先后处理发生原因，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。不管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体重、学历、长相和血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。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，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，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略过性别，多像感冒无药可救，但会自动痊愈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，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，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。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，洗澡洗得特别干净，刷牙刷得特别用力，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。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，有人突然疯疯癫癫，突然很安静，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，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。女人突然改变发型，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，心意不见歇斯底里，四肢萎缩，神经过敏，发抖，抽筋，都出现在这时期。随着病情越来越变本加厉，人会变得格外敏感、勇敢和恶心。写的说的唱的都像天才诗人一般才华洋溢，越肉麻越觉得有趣。有人恋爱之后每天躲在厕所哭泣，有人开记者会宣布恋爱的消息，有人总是喜欢两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地方，想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。每天忙着找人算命，挖空心思改变自己，配合对方的习性，把每天都当作纪念日，把自己当作纪念品。每天漫无目的腻在一起，连不经意也觉得好有趣。